党中常会最新报告显示了，抗中保台仍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。可是我不认同，可能是还没出社会吧。没有，我没有人喜欢啊，我不想打仗，不会特别去抗中。不要抗中啊！不要，真的。合为一体就好。等一下嘛。不喜欢打仗啊！抗中保台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主动出击。我觉得打不赢还是要打。抗中保台就是要打了嘛，跟他们抗了，我们拼了。说不要抗吗？刚说不要抗啊！是我现在在跟你解释抗中保台，是不是？我看那个塞德克巴莱，我觉得很热血，所以我觉得我要保护台湾。精神上当然是支持啊。然后嘞？然后就会加油，我是你们的后盾。我是那种在网络上讲讲的那种人。如果真的要上战场，我可能不太会吧。军人福利好一点吧，不然真的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去做抗中保台这件事情。喜欢抗中保台？应该算喜欢吧。讲是敢，一定会说啦，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会害怕啦，就是会怕死啊，一定会怕死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国家，你不要让别人来欺负我们嘛。那很多小学生都说我要保卫台湾，要反抗中国什么的，那你们去当一年兵试试看。对啊，这么会讲，怎么不实际做一下？我没有要保卫台湾。说实话，不想上战场，但我也不想被统一啊。啊，统一可以，是统一超商的统一吗？哦，炒抗中保还是蛮无聊的，对啊，就没什么必要，没有必要去挑起这些争端，对吧？那什么抗中保台，这个就觉得没有必要。年轻人是这样解读抗中保台，啊，就是为了选举吧，完全没有意义啊。他们只是用这个口号来号召，就是一些号召有这个想法的人的选票。真心的，我觉得超烂的。哦哇，我要当兵的。哦哇，这样子，一年好累哦。一定是为了拉拢年轻人的选票，因为现在年轻人选票占蛮大一个部分的。你吃这套吧。还好，因为我其实有点政治冷感，说真的。就是都每个都说抗中保台啊，什么任何类的事情。是蛮多有说到没有去做到的事情。大家虽然说都要独立，但是真的要你上战场，你会敢吗？对啊，啊，一年兵其实当一当，啊，你们现在在那边讲什么一年很累啊，啊，结果啊，你们又想要保卫台湾，啊，你们又不拿出实际的作为，啊，你们只会讲，那有什么用？吊诡的是，力挺抗中保台的年轻人，多数是不愿意上战场的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